共寮及双溪地区因为位处偏远山区，居民常以机车代步。为考机车驾照，最近距离的考照监理站在基隆监理站，单趟车程就需要50分钟，对民众来说十分不方便。共寮区公所为便民，特别与基隆监理站协调跨机关合作，办理下乡巡回服务。今年的话，我们特别我们共寮区跟双溪区，我们联合举办我们机车一个考照服务。那主要是便民我们相关的，让我们双溪跟共寮的民众，免于去我们基隆监理站的一个边坡的一个舟车劳顿之苦。那这边我也谢谢我们的监理站配合我们共寮区公所，还有我们双溪公所来协助我们偏向一个学子可以加速我们相关考照的一个流程。共寮区长表示，为提供民众安全及便利舒适的考场环境，在新行政大楼左侧广场空地规划路考专区，并划置符合监理站考场的场地，开放让民众练习及考试使用，并节省民众往返监理站车程时间，加惠地方乡亲。双溪哦，对，那个可以就近就可以考机车驾照，你觉得怎么样？我觉得很棒啊，可以省去交通的时间，可以就近考。今天来考照的民众共有42位，在笔试通过后随即开始路考项目。很多人平常已经练习好久，但或许是因为太紧张了，正式上场却频频失误，及格率只有50%。谢纯威，共寮采访报道。